好，那谢谢各位出席哈，我们开始今天的有关于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条文修正草案的党团协商。那我们的那个修正草案总共是55案，那第一个是我们已经并案审查完竣36案，然后第二个进赴二读有19案。那我们先介绍今天出席的官员跟委员哈。那先介绍在场的委员，卢先义委员、罗廷伟委员、陈昭之委员、林月琴委员、陈培宇委员、沈柏阳委员。好，那我们今天出席的官员有卫福部我们邱泰源部长，旅建的政务次长，保护服务司张秀元司长，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传播办公室张文旭主任，数位发展部法制处张学文处长，内政部警政署贾乐吉警政委员，法务部江南军参事汪南军参事，检察司朱华军主任检察官，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张小平专门委员，证券期货局李彩珍专门委员，司法院邵家厅谢进会厅长，陆怡璇法官，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吴林辉司长，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叶信春组长，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王前凯专门委员，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主编人力组李静怡副处长。好，谢谢今天出席的官员哈。那我们现在呢，就针对保留条文的部分，开始审查，总共保留条文有18条，那我们就按依这个条文呢，就是依序审查。那另外修正动议有12案，我们现在开始协商。现在针对第二条，那卫福部是不是表示意见了？是。第二条，我们在第一项第三款增订重置持有以及支付对价观览的这个性影像的样态。以上。好，那请问委员针对卫福部的这个修正条文没有意见？第二条吗？对，第二条。好，好，来罗廷伟委员。我想这个第二条，我们上次有非常的一直在诉求哦，因为这个图文图画的定义在第二条，我们现有修的这个第二条内容是拍摄、制造、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陈列或贩卖儿童及少年之影像哦，与性相关而客观上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以真人所绘制的情色图画、电磁记录生成拟真色情的一个图画、语音或者是其他物品哦。那我有和民团讨论过，大家有共识，还是觉得聚焦在真实儿童或少年，所以是建议哦，是不是就改成以真实儿童或少年所绘制的色情图画及电磁记录生成之拟真色情的一个图画更为妥适。我还是要重申一下哦，我们同意卫福部的说法，法条要保有弹性哦。但是现在我们的版本入法并没有失去这样子的一个弹性，并不是把整个法条都拿掉，而且呢是因为之前卫福部想要扩大解释而有争议，所以现在的限说并不是全部都否决，也不是全部的都限说哦，全然限说。所以为了保障创作者的权益，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为内能够做一个限缩，二次元的这个儿少色情不涉及任何真实儿童的受害。如果把这些创作与有真实儿童受害的身为 AI 创作或 AI 混图混为一谈哦，范围就会扩大。现实抓到的是没有加害儿童的会师，
而不是真正有伤害儿童并早就打算跑远逃避刑责的人。所以坚持第二条，如果要入法，说明栏解释加说明栏解释清楚，会是给 ACG 创作者权益最大的一个保障。如果只有说明栏，就算是有函释，卫福部是同意函释的哦，那未来也会容易被扩大解释。我们都知道 ACG 创作者的权益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哦，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是不是卫福部能够给我们回应一下。好，来，市长。谢委员。针对这个拟真这个文字哈，两个说明，一个我们的确在放在说明栏里头已经很明确的去范定它的范围哈，这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我们不建议修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款的文字是配合刑法第十条的相关文字，所以如果刑法这边没有修，我们在特别法修恐怕会有一些这个文字上的一个解释，法条上的解释的疑虑哈。以上请委员支持。好，那主席，因为卫福部有这样的说法哦，那我是建议保留。你要先保留吗？嗯。好，那我们第二条先保留，待会再回过来看。来，第三条。第三条，我们接受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委员的建议在第二项增订了主管机关以及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权责。好，那请委员参阅。然后另外呢，在第四项部分，我们配合性别平等政策，把这个咨询会的学者专家以及性别比例着作修正。第五项到第六、第七基于事权统一以及为了及时回应这个儿少性影像的问题，因此采中央集中来处理，所以成立性影像中心以及这个利用科技设备来做主动的巡查，以及相关网络业者要配合的相关规定。以上说明。好，针对第三条，我有没有意见？好，来，林瑞卿委员。第三条这边是不是在我们的第二项的第五款这边哈？是不是警政主管机关这边是不是因为能跟我要讨论第五条是有关系哦？是不是还是把被害人身份识别顿号人身安全之维护哈顿号把它加进去哈？然后再来第三项这边，主管机关应会同前项相关机关定期公布。并检讨教育宣导，之前就已经有提过，就是说不要把教育宣导混杂在一谈，好，那就会变成教育没做教育，然后很多都视为宣导，所以我建议教育顿号然后宣导。以上。好，那这部分警政署要不要表示意见？警政署报告哈，有关于月勤委员有提到第三条第二像第五款哈，警政主管机关的这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被害人的保护，我想应该是警政机关我们这个部分没有问题，但是被害人的识别这个部分，上一次会议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做说明，好，就是其实警政机关最重要的就是犯罪的查缉，好，所以建议这个相关的文字其实最好不要列入。那另外有关于后段行为人的登记报到查访查阅的部分，因为这个跟第五十一条其实是有联动哈，所以也是建议这个部分是不是保留？好，谢谢。好，好，来，林委员。因为后边还是有资料库，资料库现在还是归纳在警政署的工作，那本来就有对被害人身份的那个所谓的识别，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加进去。好，以上。还有刚刚我不知道，可能是要卫福部来回应哦。我们的第三项这边是不是同，就是针对并检讨教育顿号宣导？好，以上。加顿号，我们尊重。好，好，来，陈委员。
这个部分我想要支持月勤委员的版本呢，主要是我们真的在现场实务上看见关于识别这件事情的困难性。那以目前几个案例来看，例如说有些人他是主动知道他自己被偷拍，可能是在网络上有人告诉他，他就看见了。那可是有大量的资料库看见的困境是，被害人的素材其实没有办法被识别。那如果在这个识别的部分，我们行政主管机关没有办法给予支持跟协助，那我其实也还蛮想问我们后续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机制来完成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们觉得在识别这件事情不是属于行政机关的事情，那可是后续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以讨论，还是可以请卫福部给予一些建议呢？因为这个是在儿少信播，所以基本上网络上面有看起来，就是影像上面有几个迹象看起来他是儿少，基本上他都是犯罪行为，所以他不一定在第一时间要去识别，好，所以应该是先做移除下架的这个工作。那至于说那个比例，我们先前跟部长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滚动修正，就类似我们现在的这个 iWin 的方式，我们一段时间会找相关网络业者跟警政还有检察官还有这个甚至法院的相关人员，大家来做一些讨论，在那个识别的这个标示上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还有另外我们也可以参考国外的一些做法，它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印记，或者是他，例如说我常看到的就是他会特别标示他是未成年，好，第一个在文字上，第二个他在衣着上面特别会穿加制服，穿着这个所谓的学生制服来标示他是未成年，诸如此类。那我想这个后面我们会做一些滚动修正，再来做一些讨论。好，还有没有？好，来，警政署，谢谢司长。好，我想警政署在这边再做补充。比如说，我们创意私房，它里面有20万片。其实我们在整个侦查作为当中，儿少性剥削绝对是用最高规格跟最高标准，也是第一优先要去辨识被这样子的被害人。但是确实，它有些辨识，它其实会有一些需要时间，哈。那就像刚刚司长所说的，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当了解这个确实是儿少的性影像的时候，会要第一时间要先做下架的动作。但是有一些我们可能在及时，好，还没有办法去辨识被害人的时候，他绝对是后续要做犯罪侦查，也是优先的事项。这个是其实要跟委员说明的，好，尤其是儿少这个性影像的部分，绝对是我们优先跟第一时间会去处理的。好，来，林委员。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跟后边的第五条是有关联性的了哈，就是说，为什么要建资料库？因为这条摆脱掉过去以往，只有比如说当初卫福部可能委托 iWin 好，然后由我们的所谓申诉人去申诉，我已经知道我自己被害，所以我去申诉了。那即便你用展示的，他事实上是跟合作固定的网站去看说啊，那贺许之，然后去交叉比对，那也是我知道我自己是被害人了，然后去做这样。那当初要建资料库，就是我觉得第五条很重要的在这边是，如果今天好，假设破获了创意私房，可是那里边有200个，那200个里边，那有时候身份辨别的确要时间。那既然他要去做所谓的身份比对，那表示警政署有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本来就期待资料库建在警政署的时候，你既然就已经要做这个工作，那我觉得前面在工作定义当中把它定义清楚有何不可呢？因为被动跟主动不太一样，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受害。我想各位应该去看6月3号报道者一系列的报道，写出他们这些受害人的痛苦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他可能就我知道我自己的骗子，我每天都要跑去 iWin 去申诉，欸，我等一下发现那个 Telegram 有，等一下我发现哪里有的时候，我要自己去跟，如果今天破获犯罪的时候，把这些资料比对之后，然后一一的去把这些资料库建立，以后如果网络上有的话，才可以去用展示的去做贺许值比对的时候，让很多网站事实上是不会再上架，这才是真正的
正本清源去解决问题，所以我才会认为说第五条既然跟第三条有相关性的话，应该在第三条就先把警政署的这个工作确定下。我想也只有增加几个字而已，好，不知道到底对于警政署为什么，因为连第五条 那时候我也是希望说比对我们的被害人的身份，这边也是没有列入，所以希望在第三条就已经列入确定的工作范围，第五条的话建的资料库才有办法名正言顺的是说你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好，以上。好，来警政署。谢谢委员的指教。我想因为确实它跟第五条有相关，那请示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要在这边先做讨论，还是等进到第五条的时候，我想我们刑事局副局长也在现场，他会做很完整的说明，然后再回来看我们这个第二项的第五款的部分。好，完毕。那第二项第二款的部分，有关于警政主管机关的部分就先保留，好不好？我们第三条就这个部分保留。那刚刚教育顿号主管机关那个就通过哈。好，那我们来第五条。好，第五条，第五条第一项，我们把内政主管机关修正为中央警政主管机关。那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就是刚才讨论的，要建立警察机关要建立这个被害人性影像的数位建制资料库，以及资料库的这个管理办法，以及对相关的处理这个儿少性剥削案件的司法人员要加强训练啊，来充实这个办案的专业素养啊。以上。好，那我们请警政署跟司法院分别表示意见。来，警政署。主席、各委员，警政署报告。首先感谢各委员对儿少性剥削条例查缉犯罪的一个支持。那有关于在性影像数位建制资料库的部分呢、这边做一个说明，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针对所有的这些影像要必须都要以数位财政的程序来进行。另外，为便利在各司法警察机关，包含到地检署、法院的部分呢、由法部主导，结合司法院、高检署、调局跟警政署啊，已经有建制一个数位的一个查扣平台。从今年的四月一号开始啊，有一个司法联盟链的共同验证平台，那各司法机关的查扣的这个数位证物都必须上传这个平台。另外，它可以确保它整个证据不受伪造及变造，也可以跟原先查扣的原始答案是相符的。那它在上传影像的时候，同时会这相关的影像记录以外，它同时会产生它的杂凑值。那这个杂凑值其实就可以让我们未来的侦查人员，他如果有查扣类似的这些的一个儿少性剥削的现象，他可以利用杂凑值跟原本的资料库来做比对。所以这边也要跟主席跟委员报告说，目前这因为新上线了、它是今年的四月一号才新上线的这个资料库，所以它是已经包含所有数位影像，也包含儿少性剥削的影像，所以基本上啊，它应该不需要再另外建立一个专责的性向社区，因为现在已经可用。那我们当然非常感谢委员能够体察我们警察后续这办要去确认到底这个影像之前有没有办过，那也可以减少被害人的检诉的相关的作业。但现在这个已经有这个司法联盟内的数位影像这个建制平台的话，它就已经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建议在第五条的第二项、第三项的部分呢、是否可以不予增列？因为目前就已经可以达到这个功能的。以上。所以警政署意思是说，资料库就是不用在这一个条例里面再去增设，你们现在已经有现有的涵盖成人跟儿少的，是所有的现象，而且是各司法机关，包含警察机关，都可以共同运用这个司法联盟链这个平台来去做相关的一个上传跟相关的一个比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司法院。委员，对于第五条的部分，我们对卫福部的版本没有意见。好，司法院没有意见哈。好，来，那针对刚刚警政署的意见，各委员他们什么看法？好，来林委员。我不知道他们看警政署这样回答，可是在我
知道的地线有去了解的话，并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不知道说你跟我谈的，我跟你谈有没有一样哈。可当时事实上是，我有建议要设置资料库，所以后来你们大概也列入了，啊，今天又突然讲说哦，不要，我不太那个真的要有一些理由来做说服哈。而且本来我觉得这就写的不完备哈，因为当初我提出来的这个资料库要做到两大项的工作，那你们如果浓缩成这样子的两项说明，我当然也同意，可是某些字眼上还要加进去。就当初前面我刚刚讲第三条的第二项的第五款里边，要针对于被害人的那个身份识别的，这要加进去。所以本来是建议你是说，你的在这第二项里边未办理本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的性剥削，我这边还本来我有写的就是希望能够有写性剥削行为之被害人身份识别顿号才是犯罪侦查。好，那在后边本来你们上次提出来的版本哦，你们自己提出来版本本来有写这个，还有写并利用在第二项后端，还有写并利用该项资料库来协助犯罪侦查。我想说这次我只是要再加一个几笔对潜在被害人，才能够回应我当初已经是跟现场的警员跟 IWIN 这些很多团体讨论出来的东西，结果你现在反而连这全部都要拿掉。我甚至希望，因为原本期待是要达到这两个功能的，那我说你要浓缩这样子，那再把几个字眼加上去，而不是全部删除，这也是部里边去提出来的版本呢。那因为这个很重要的是，这次我如果真的破获了两百个，那可是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比对，可是比对有一些是未成年，因为这很多牵扯到就是形体上，还有有没有学号，或者是它的特征上，那有些真的事实上是比对出来，可是有些可能下一次破获的时候，为什么要这资料库？我在北中南东的各地的警察局里边，我破获我的，我破获你的，然后没有办法去集中去把资料放在一起的时候去做一些了解，或者是说未来有再有的时候再又拿进来去做比对，所以比较希望有这样的资料库。那既然如果有，那写上去又有什么问题嘞？所以我还是非常坚持这一点，一定要入法。以上。好，来警政署请说明。非常谢谢委员对于我们地方侦查同仁呢、在这侦办上可以让他们可以更加简易。不过可能因为这司法联盟令是今年四月要才上线使用了、那我们各地的侦查员可能在之前在跟委员报告的时候，是他们还没获得最新的资讯，所以不了解这个司法联盟令这个数位的鉴识平台是怎么去运用的。那所以说这可能有一点点资讯上的一个落差。那如果是说委员认为说我们还是一定要去做影像比对的话，我警政署这边也建议提出一个文字修正了、我这边报告一下，我们建议在第二项跟第三项可以整并为未办理本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性剥削行为之犯罪侦查，警察机关得运用数位影像证物转码比对或其他技术确认查获之被害人性影像是否属于前案被害人，以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去做这部分的一个比对的方式。那资料库部分已经目前就已经建制的、建立就不用再重复建制。那但是我们也是可以去在这个条文上授予警察机关运用这些数位影像的转码比对或其他技术，因为未来可能还有更新技术，我们把预留一个保留空间了、所以或其他技术来确认是否影像是属于前案被害人的部分。我这边还是要再三强调，我这边写的是专责单位，也就是这样的经验才会累积，否则的话，资料库谁拿去比对？不是像上次破获台北市的 N 号房，类似韩国的 N 号房的那些警员们，他们过去做的这些经验值，他们累积去比对的时候，速度是比较快。像想当初黄子佼为什么很快的可以知道说有七个是未成年，也是因为他们前面有查。
台北市那 N 号房的经验，才有办法第一时间再去看黄子佼他们下载这些影片，哪一些是他曾经过去看过的。那这个为什么要专责单位？专责单位才去可以累积经验，所以不是不要忽略掉我这边讲的、哦、我这边要的是专责单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说你讲说你们之前有见的，可是还是要专人去，否则不会现在很多像艾问也是求助于过去在办这个案子的警员，来让他们如果收到影片的时候，以他们过去看的经验里边去做核对，因为看过有印象，大概时间上比较快，所以我觉得这边我要的实际上是专责单位，然后来主办这个性影像资料库，因为我还是要讲这个伤害真的很大，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只是看重法则，我根本抓不到人，因为我第一个我就不知道我是受害者，第二个事实上是我如果事实上是加害人，我也不来等你抓到我，那否则创意私房不会在台湾十几年，好，触感空间也不会在台湾七八年，然后那为什么如果你之前有见的话，那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事情？哎，警政署，主席各位委员。有关于刚刚委员所提到的专责单位，事实上我们在针对这个性影像这些的影像的档案或是它的网站的部分呢、啊，我们目前已经有刑事局有侦九大队，它属于针对于啊那个电脑犯罪侦查的一个专责单位，当然它不仅限于性影像了、啊，包含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些在线路上的那些卖票黄牛啊，这属于电脑侦查犯罪的部分，都是我们侦九大队在负责侦办。那有关于委员刚刚所提到的创意私房，它后来衍生还有衍生的部分，其实我们也都在持续侦办当中。个案我就不做一个报告。那有专责单位现在处理电脑犯罪这一块，但它不仅局限在只有做性影像这一块，所以我们确实有专责单位一直在处理电脑犯罪的相关事务，这边做个报告。好，我们请范云委员，再陈培宇委员。好，谢谢哦。这条哦，就是第五条，我们在委员会的时候，我当时就有发言支持过林月琴委员的版本哦，就是这个我们很多的民间团体、妇女团体都希望有性影像的资料库哦。我记得当时我们委员会审查的时候，其实蛮多跨党派的委员都认同要做这样资料库哦。那其实我们也从国外的办案经验来看的话，检警这边哦，如果能够建立儿少性影像的大资料库哦，那从扣案画面透过分析，一方面溯源抓制造散播，也可以多重比对发现被害人，所以就是不用被动，可以主动出击。那如果性影像影片本身是重复一再出现的话，也能够判断背后的原因，所以这个专责单位做有这个被害人影像资料库的系统，针对身份未知的被害人性影像进行辨识，我觉得是我们在犯罪侦查跟预防上有很大的帮助。那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委员会当时我记得跨党派委员都认同哦，所以这边为什么不能够以我们委员的多数意见为主这样？好，主席，谢谢主席。陈培宇在陈金辉委员。好，谢谢主席。因为我们还蛮好奇的哈，在工作的顺序上，因为卫福部这个版本已经列上来了嘛。但是说实话，我们刚刚几个委员私下讨论，我们听到警政署突然这样的发言，我们也是想说，哎，是要翻卫福部的版本吗？好，所以是不是等一下来请卫福部表达一下意见？那除了刚刚两位委员所说的之外，我们真的要再一次强调，我们多年从事儿少工作，发现近年来有一个很大的困境。现场如果你有很多人，你自己是爸爸妈妈，或是你家里的亲戚有人是小孩的，这几年小孩在数位媒体的使用上，有非常多情况是自己不知不觉就掉入，让自己成为那个数位性剥削影像的对象。而在这个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不管是透过教育宣导，透过很多的说明，或是透过很多的传播，让孩子们知道你现在就处在这个危险当中。所以我认为专责单位并且加上相关资料库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那如果在这么多海量的资料当中，我们硬要把它跟原本你们所说的资料库扣在一起，那我们专门保护儿少的意义又在哪里？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拜托卫福部，是不是也可以表达一下立场，就你们自己在
在现场跟儿少互动的观察，或是相关的专家学者的建议。那我要再次强调，不仅是报道者那个报道出来才让我们看见问题，过我们办公室在帮助很多个案陈情，在关于这个儿少数位性剥削的案例上，有很多时候孩子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掉入那个困境当中，他们甚且不敢告诉家长，不敢告诉老师，持续的被相关的加害者威胁的这个状况。那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更积极的作为，我要谈的是更积极的作为去应对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今天大家坐在这里谈论这件事情实在是有违这些我们都花这么多力气讨论的部分。所以是不是可以请卫福部回应一下，警政署之前有告诉你们他们今天要做这样的调整吗？谢谢。好，来陈金辉委员。首先我先称赞一下卫福部啊，因为他今天有把每一个部门应该要做什么事情，而且也拉进数位发展部，这一点我觉得很好。但是他上面写定期要有一个公布并检讨，假使你可以把定期定出比如说一年或是半年，那你可以出版一个报告，这样子我们委员就不用茫茫上网找你们公布的这些，因为现在在卫福部保护司上面的这些宣导教材啊、向阳雏菊专书啊，几乎都是2007、2008、2009年的，已经很过时了。那再来呢，当然就针对资料库的部分要呼应林月琴委员的意见，那也希望说可以回到上次我们朝野立委都希望可以修改的部分，因为这个在美国已经行之有年，而且他们利用不管是杂臭词或是去识别化等等，可以让这样子的档案变成一个犯罪的指纹嘛。那现在我们又是依赖这样 AI 的科技，所以不管是民团或是检察官等等的，他们都说利用这样子的资料库，未来我们又可以应用 AI 的话，其实可以很快的找出犯罪者的惯性，可以更快去定位出可能锁定是哪些人做犯罪，并且可以来比对时间点啊，交叉分析，对于性犯罪影像处理都会很有帮助。谢谢。好，谢谢。还有其他委员要发言吗？如果没有，我们先请卫福部回应了。好，谢谢委员。针对这个陈培瑜委员刚才所询问的这个第五条第二项第三项这个内容哦，是先前跟警政署讨论的这个文字。那刚刚在会上刑事局副局长报告的这个司法联盟数位建制运用平台也是第一次听到。那所以因此我们你的文字跟他们目前实际运作的状况有一些落差，好，那这个落差我们也觉得这个很混淆，因此就说明我们过去的讨论一直没有那个司法联盟数位建制运用平台。好，以上。那警政署要补充来。主席跟各委员，有关于专责人员的部分，事实上有关在妇幼保护这一块，警政署一直有专责的人员在承办这部分，像各县市都有警察局都有妇幼警察队，我们署也有防治组，跟刑事局的预防科这边也是承办相关业务，在属于这些可能涉及到数位的影像的部分，我们也有科技侦查队在负责这一块，所以都有专责人员在去处理这块，这先跟人做一个报告跟说明。再来就是有关于性影像这部分的一个数位建制资料库的部分哦，是我这边最主要报告说，现在已经有一个司法联盟列的一个资料库在那个地方，我们是否需要再把它再独立再建立一个独特的一个资料库哦？因为那个资料库其实也可以达到这个功能，所以警政署这边最主要是要表达说，这个东西目前已经有这套的一个系统可以去运用，而且它也不仅是警察机关运用，包含在地检、高检、司法院都可以同样运用这套系统。所以在这边呢、当然这相关的讯息没有及时提供，也是我们算是我们没有主动在跟卫福部来做说明报告，所以他们可能不了解说有最新的这套系统目前已经在运用。以上。好，那个先沈柏阳委员，在林月琴委员。好，我的建议就是按照部版通过，因为之前部按照刚刚保护司的讲法，已经有跟警政署讨论过嘛，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按照文字，它是指定或设立，它可以指定嘛。所以如果说本来就已经有单位在做，你也可以用指定
本来的单位在做这件事情呢、啊？如果今天本来的那个刚刚讲的这个资料库也包含性影像数位资料库的话，这是可以涵盖在里面的。资料库如果是要做一个切割出来，这个应该并没有那么大的困难啊。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就是是不是按照布版的这一个条文通过，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既然都已经沟通过了，那在这边如果突然，毕竟这个文字来讲，它有指定了。如果没有指定是要设立的话，可能会造成很多的困扰。哦，但是如果有指定的话，其实对警政机关来讲，应该不会太麻烦才对。哦，这我的意见。好，林委员。好，上次啊，就正如范云委员提的，我们上次事实上在委员会就已经讨论，也是大家各委员大也很同意我当初提出来版本，而且。警政署自己也拿一个这样的版本，就跟今天布版的事实上是一样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按照当初警政署当初你也拿出来给我的版本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刚刚提的平台，没有一个人知道，那我们让我们更担心，突然来，已经有前面委员会你自己提出来版本，今天布版的也有这，那突然讲说，我有这个，那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否则，等是不是可以解释，告诉我们那个到底存在是什么？我们从来大家都没看过这样东西，但我们就有担忧。还有，如果那个东西如果真的好用，也针对于邵信波区有做，我还是要讲，为什么创意私房跟触感空间，然后现在 Telegram 也是很多哈，那我们都还是没有办法去做有更有效能的。毕竟他一定没有特别针对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我觉得我要再重申。第三个，我还是要建议，除了要同一部版以外，我还是期待要加入所谓被害人身份识别，还有呢是希望你原来提出来在委员会的本来就写说要并利用该资料库协助犯罪侦查，只是我期待再加一个及比对潜在犯被害人。好，以上。好，那个警政署。这部分数位联盟链可能因为我们侦查机关比较常在用了，因为四月一号才上线哦，所以可能其他机关并不了解这个当时运用的一个存在啊，这边做个说明。另外就是说当然。我有提到说可以指定的方式让现在既有的单位存在的部分来去做一个处理，这我们都尊重。那另外一个就是要跟委员报告，就是说相关影像里面的被害人的辨识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目前要去从影像中就可以辨识出到底是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并没有，我们现在没有运用所谓的人脸辨识系统去做处理了，所以说大概我们都要透过种种方侦查方法才能够去确认找到被害人，所以其实它并不是那么容易，这是一个事实。就如同我们很多侦查犯罪，我们在路口拍摄到，或是住宅他本身的自己的监视器有可能拍摄到犯罪嫌疑人，我们是要经过非常多的努力才可能去辨识到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也有一些是无法辨识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如果现在光从这些信波学的影像里面我们企图去辨识被害人，当然这是我们警察机关一定会尽一切努力去做辨识，但我在委员会这边也要说明报告，它并不容易。以上。来，那个范云委员，我想哦，我们上次委员会的审查哦，其实都有委员哦，包含我自己也有讲过哦，就是我们警政署如果以现在的资讯或者知识来讲的话，会觉得很难哦。那可是就是说，很多相关的专家都告诉我们说，警方查扣的性影像可以用软体生成杂臭值哦，那这个软体要钱，那到时候可能速发布，也许就可以来协助哦。那将来如果在网络上发现性影像，可以直接使用那个软体生成的杂臭值比对。所以最短的时间就能够知道被害人是谁，而且协助移除影像。那这个杂臭值其实不是原始的性影像，而是一连串的数值，它也可以避免实际影像外流哦，也方便网络平台不再把那个影像刊登上网。那第三个哦，就刚刚第一个，其实有这个能力下架杂臭值，它可以减少被害人陈述哦。那现状就是说，其实有时候被害人到不同县市的时候哦，那其实这中间哦，他还要再去找相关的检
检警单位再次询问的话，会造成再次伤害。那现在网络时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资料库的话，有时候被害人他外流影像，哦，是到其他县市的嫌疑人刊登的时候，那被害人也不用亲自跑到那个外县市，哦。那最后一个就是嫌犯的比对制作模式及犯嫌的影像，让侦办人员都能够提供给被害人比对，而不是只是身份证影像的比对，哦，所以这其实是就是相关的专家都有提供的意见。所以就说布板的部分，哦，那我是又支持我们林彦行委员，哦，还有多的布板没有的文字，我们是希望都能够放入。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没有什么党派立场，大家就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来思考，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性影像的问题解决，那跟现在的高科技能够结合。以上，谢谢。好，陈培瑜委员。好，谢谢主席。我可以提一个程序的可能性吗？就是因为刚刚连卫福部都说你们也是第一次听到那个所谓那个司法那个哈，我们是不是可以中场休息一下下，请那个警政署把相关资料给我们看，或是跟我们说明，不然这样我觉得有点讨论不下去。这样，好，来警政署，我们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来你们跟我们说明，或者是给我们看相关资料。是那个我先简要说明一下，那委员再看需要暂停说明，哦，就是说司法联盟链里面它上传影像也会产生杂凑值，啊，所以杂凑值的部分就可以逐公比对了。那当然对于这个也算一个新上线的东西，可能我们在座很多的委员包括我们各单位可能不是很清楚，再就是说如果委员觉得第五条的第二项第三项它还是有新增订的必要的话，我们觉得我们也尊重了，我们也尊重，所以是可以的，哦，好，嗯，所以你们那个文字是同意那个布版吗？是不是？我们就同意布版嘛，哈，好，是不是就再加几个字？就是原来的哈，我这边建议在性剥削哈。就是在第二项这边未办理本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性剥削之被害人身份识别顿号，然后犯罪侦查，然后，再来后边这个资料库，你在这边资料库里边逗号并利用该资料及比对潜在受被害人，这样，以上。来，警政署表示意见。警政署表示意见，哦，就是针对这个原条文通过的，哦，我们觉得在现有制度虽然有不同样的机关在运作，也可以列入到指定的机关，刚刚委员已经有陈述过了，哦，所以我们觉得这可以纳入，另外新增的辨识是所有机关都可以辨识，不是只有警察，所以把它列入专责到警察的话，我就觉得不必要，这本来就应该大家都可以做，不是只有警察做，所以我们觉得说那另外而增添的一些文字是不必要的，以上说明。好，谢谢警政署。好，那我就叫各位委员意见哈。那个第一个是那个刚刚议事同仁有提醒，他说未办理本法应该是不是改成本条例，就是因为这是条例嘛，哈，所以这边先做修正。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就是两个案子哈，一个就是完全按照卫福部的这个版本就修正通过，那另外一个是林彦群委员他有提出文字修正，我们是就这两个来表示意见好不好？那警政署是建议不用再整理，你们是同意卫福部的版本嘛？好，就按卫福部的版本通过。那是不是委员们在表示意见？如果大家有共识，我想我们就可以通过，好不好？刚沈委员好像也是尊重卫福部的版本嘛？好，对，我只是讲说哈，如果说这边如果还有争议的话，因为月勤委员最主要是辨识嘛，哦，那如果说譬如说假设刚刚有讲到辨识哦不容易做或挚爱难行，那如果说要协调的话，是不是改成譬如说是可供辨识的数位监视资料库？那这样的话，你们在技术的发展上面做得越好，那这条就越能做嘛？啊，但是可供辨识这件事情，并不会让一开始造成挚爱难行啊，哎。所以我说，如果要折中的话，看要怎么做。对，好，来林委员，还有洪孟凯委员，哈，期待事实上，因为我觉得他工作不是只有犯罪侦查，因为有时候第一时间还没有办法侦查犯罪，可是这资料库要存下来，是未来有
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比对潜在的被害人。这是过去在处理所谓我说刚刚讲台北市N号房的那种状况里边，后来还去核对到黄子佼案的那个七个未成年受害人，所以我才会认为说这个工作把它列下去，我不知道说到底对警政署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就是加这几个字以上。好了，洪孟楷委员。好，我都蛮佩服各位委员对于儿少的这个努力啦齁。那其实在这边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说要卡关卡那么久，那我试着提出来一个大家讨论的一个方向，因为我知道林蔚群委员他很坚持的就所谓的比对及预防未来。那看到卫福部提出的这个版本里面，其实我发觉跟林蔚群委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在于是第二项性影像资料库的管理储存运用使用办法，林蔚群委员版本是希望主管机关跟内政部来定之，但是在我们这个卫福部提出来是由中央警政主管机关定之，等于是直接丢给中央主管机关。所以其实如果说真的要有这种譬如说对未来犯罪的一个预防的程度的话，其实如果以部的版就是卫福部提出来这版本，但是前项资料库内容储存管理及使用办法可由卫福部跟行政主管机关来定制，让卫福部在这个上面也有加入角色，那也才不会说刚刚突然间我们听到说这个警政署相关单位讲说4月1号已经有这个资料库了，结果其他部位大家都不清楚。我觉得这样子是不是会比较严谨，那也可以符合我们现在各委员都期待的一个立法的一个需求。哦，因为现在看起来当然部的版本也许它的条文以及用字会是相对比较精准啦，哦，那只是说在这个资料库到底储存管理使用办法是未来要怎么样去使用，而且这个使用一定是去标签化，然后或者甚至是说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影像来去使用嘛，那这样的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科技的技术，所以我才讲说不是说只是警政主管机关自己去处理这样的东西，而是加入卫福部，因为卫福部还是在这一部法律的一个主管机关嘛。好，以上做这样的一个建议，看大家是不是如果说可以的话是不是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就可以第五条再继续往下走好不好。好，那这个修法的部分，那个法务部那个汪川市这边法务部有没有什么意见？就是说要采取什么样的版本、什么样的文字？法务部是不是提供一下意见？是，委员好，我们原则上我们是尊重卫福部所建立的这个版本，我们认为是可行。好，所以你们也同意卫福部的版本嘛？哈，好，那还有不同意见吗？来。范委员，我是觉得刚刚那个洪孟楷委员哦，跟沈博阳委员有一个稍微能够综合月勤委员的版本的文字啊，那部分就是说，如果卫福部不反对，警政体系也不反对的话，其实纳入其实让它空间稍微大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对，好，来林委员。如果不要写的话，那我大概就是用附带的举例，否则就是要请你们文字上怎么去表示我要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放进去。嘿，好，那这样好不好？有没有可能是如果林委员也不坚持一定要放入可以用附带决议的话，那是不是我建议了哈，就是就用卫福部的版本然后加附带决议通过好不好？因为法务部也赞成卫福部的版本嘛，哈，这个是修法体力的问题。那警政署也同意，卫福部自己也提这个版本，主管机关都同意。那委员对这个版本其实意见也不大，一开始大家很反弹是说要删，那现在如果是维持这个版本大家可接受，那林委员也可以接受用附带决议再来表明好不好？好，那附带决议就林委员再提好不好？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是修正两个字哈，就是本法改成那个条例，对，然后按卫福部修正过后的这个版本通过，然后再请林月勤委员再提附带决议哈。好，谢谢大家。来，接下来第八条。好，第八条第一项将24小时限制浏览，好，把24小时直接载明。那在第四项性影像处理中心得知之后要通知这个网络业者、警察机关跟中央主管机关。那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都是在中央主管机关
收到性影像处理中心的通知之后要做的工作，包括要这个载明相关事项，以及做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要记载的事项都在这个第七项的内容里头所说明。好，以上。好，那就要各位委员针对卫福部提出来的版本还有没有不同意见。好，来范云委员。这个第八条哦，它是有几个部分，一个就是修正保存犯罪网页到一年嘛，另外还有就是网络业者应该要设置被害人申诉管道，啊，还有一个是国际刑事的司法互助嘛。那上次我们卡的部分是，我希望能够，因为我跟妇女团体讨论，那大家非常希望网络业者设置被害人申诉管道，那这个部分我也觉得非常的合理哦，因为这样子就能够更快速。可是当时卫福部觉得这个部分会挚爱难行，有可能让受害者反而就是说跑到别的管道去了，没有办法最快来这个性影像处理中心。那我们上次卡在这里，所以保留。那后来那也谢谢卫福部这边就是有很积极的沟通，那有跟妇女团体，然后我办公室也了解到，就是说后来大家觉得那这个部分的确是就更有效率的话，那我们就以卫福部这个版本为主，所以我就不保留了。那看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好不好？就用卫福部的版本。好，谢谢。好，那还有委员意见吗？好，陈清辉委员。上次还有讨论到底是保留180天或者是一年，那我是主张保留一年，而且只是保留犯罪的网页资料，还有嫌疑人的资料，还有嫌疑人使用网络的记录。当天呢，警政委员贾乐吉他是呼应，他觉得延长的话对于后续很多案件都是一定有帮助的。那当时卫福部是说因为站在业者的角度，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保留一年。可是如果去跟业者沟通，我们只留，并不是留，他当时是说留全部的资料，他们的资料库会不够。可是如果我们只留犯罪的网页资料、嫌疑人资料、嫌疑人使用网络记录，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够的。我们要站在被害人的角度，因为其他国家都做得到。好，那这部分是卫福部可以说明一下。这个180天早在这个12年以前是90天，那在12年修的时候，也是跟相关的部会还有网络业者做了很多的共识，那达成180天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那如果要调成365天，的确现行是我们没有跟这个各部会以及跟各网络业者讨论，所以我建议是不是能够维持180天。那将来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做修正。好，以上。好，来范委员。对，我刚刚漏讲一个就是我之前的版本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知道有犯罪嫌疑情势的话，应于24小时内先行限制浏览或移除那因为本来其实卫福部是放在执法当中，但我希望放在魔法里面，上次卫福部好像没有同意，但是这一次卫福部的版本已经有这个24小时了那我想要表达肯定，我想这样非常好因为这个时效写在魔法里面的话，那能够更有效，也让被害者知道他相关的权益，所以针对这点我要表达肯定。 好，那针对保存的天数，警政署要表示意见吗？你们是尊重卫福部版，你们是尊重卫福部版。好，那请问各位委员针对第八条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好，如果没有其他意见，那是保存天数的部分，刚刚卫福部有说明就是说还涉及到还要再进一步去跟相关的业者再沟通讨论。那目前180天是有共识的，是可执行的，是不是？我们先开始。好，那希望卫福部之后看可不可以跟业者沟通，我们就只保留犯罪相关的就好，因为之前业者说做不到，是因为他们必须保留全部的网络记录，对吗？对吧？就是现行文字上面的这些内容。好，那可能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先通过第八条，先180天。但是刚刚陈清辉委员提醒的，如果其他国家其实比我们做得更好，一年都不是问题的话，那这是卫福部的功课，好不好？持续再去沟通。好，那陈委员这样可以吗？先通过第八条。好，可以，可以。
好，那谢谢各位委员。那我们第八条就按卫福部建议修正的条文通过。那接下来呢，从第32条开始哦，一直到第41条之一，这些其实都是跟司法机关有关哈，都是加重刑责的条文。那但是在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司法机关其实都没有同意哦。那今天书面资料有一个是刑法集聚的配置表，这应该是司法机关提供的、哦。那哦，法务部，好了，谢谢法务部。那是不是这个部分请法务部一并说明好不好？就是因为在委员会，好像所有委员要加重的，大家其实都是不赞成的哈，所以都是保留。那今天有提供这一个刑法的那个集聚配置表。那是不是就是法务部汪参事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不好？是，谢谢招委跟各位委员哈。那本部在应该是上个礼拜就把这个现行刑法集聚配置表有送交到委员会每一个委员的手上哈。那今天我们就这个有关刑法集聚我们该怎么定这个法定刑度，我们法务部的考量跟大家做一个报告说明哈。那我们可以分这个实体面的法应横平跟罪责相当这两大块先跟大家说明哈。就说我们现行的刑事处罚的法治根本大法，大家都知道是刑法。那刑法透过各个罪的处罚的规定，揭示的保护法益有国家法益、社会法益跟个人法益。个人法益我们包含生命、身体、自由、财产这四大类。那刑法所规定的极刑就是死刑跟无期徒刑。那请各位参考我们给各位的这个刑法集聚配置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刑法规定死刑、无期徒刑跟个人法益相关的罪名只有四个，就是强制性交故杀被害人罪，还有强盗故意杀人罪、海盗故意杀人罪，还有掳人勒赎故意杀人罪，我们都有用红笔给大家看哈。那所以刑法是以这个极刑的部分为上限，在依序就各个法益还有行为的手段来排序各罪的法定刑度。其他的刑事处罚规定也是以刑法为比较基础，那以各该保护的法益还有行为手段来排序各个罪的法定刑度哈。所以我们所有的法律基本上我们是以刑法来做一个基础比较。那我们看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第一条的原则，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法的保护法益是儿少身心健全的发展。那第二条我们规定的儿少性剥削的样态有主要是四大类型，一个就是儿少性交易，还有第二个就是公然观览儿少性交或猥亵，那还有一个就是儿少性影音图画物品的制造跟流传散布，那第四个就是儿少性色情的陪侍哈。那跟刑法相关的罪章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跟妨害性自主罪章，还有妨害风化罪章、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的罪章，还有妨害秘密罪章，这四个罪章是相关的。那另外如果是行为人故意对儿少犯刑法各章的罪的时候，我们另外是以儿少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112条第一项规定是加重其刑到1/2。所以我们在法益横平还有罪责相当的每一个法条来比较来看的时候，其实去年二月在修法的时候，我们为了配合刑法增订性影像的定义，还有妨害性隐私跟不实性影像的罪章，在参照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我们每个刑法相关罪章保护法益行为手段刑度的设计跟儿权法112条第一项的规定，我们是有全面的盘整过这个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相关罪责的刑度啦。好，那而且为了落实这个我们这个立法目的，我们原来其实无正当理由持有儿少性影像，还有无正当理由观览儿少性影像及猥亵行为，本来是行政罚而已，后来去年是改为刑罚，好，改为刑罚。那这个部分的修法，去年的时候也是行政院有多次召开跨部会的研商会议，那各部会也有共识才通过院会提到立法院，好，经过委员审议的。那当然哈，这个原来我们是属于行政裁罚的无正当理由持有儿少性影像跟无正当理由观览儿少性影像的刑罚化，那时候定的刑度现在看起来似乎有比较低哈。
那可是当时是考量整体的社会风气，还有大家的对这个这种形态的法治意识，那也有参酌各国的立法例。那我们那时候是参采法定刑度比较低的日本立法例。好，那现在再来看哈，我们认为是不是还可以再商议？当然这一点我们也认为应该是可以有在研究的地方哈。那所以我们认为去年在修的时候，其实每个刑度已经提的。基本上已经是比它的法定刑度已经比刑法高了哈。那我相信很多委员提的版本，很多都希望能够再提高哦，再提高，把最轻本刑再提高。但是这个部分呢，刚刚我们已经跟各位报告，这个刑度设计有没有符合法益衡平跟罪责相当性哈？跟各位报告，因为刑事诉讼法我们知道，当然除了是要对犯罪人追究刑责、施以刑罚之外，我们这个刑事诉讼法最主要的目的还有其他的部分，一个就是要让司法资源有效的运用哈，那还有填补被害人的损害，另外就是有利被告跟犯罪嫌疑人的再社会化，还有犯罪的特别预防这些目的。所以缓起诉处分这个制度是非常需要这个妥当的运用哈。那现行的这个刑事诉讼法有关缓起诉处分的这个规定，检察官在个案预知的时候，他必须也要符合法定要件，如果不符合法定要件是不可能做出缓起诉处分的哈。那另外的救济程序也有哦，就是如果说有告诉人不服这个缓起诉处分的话，他是可以申请再议。那如果没有告诉人，检察官也是可以依职权申请送再议。所以像黄子佼这件案件，虽然他缓起诉引起舆论有一些反弹，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有检察官还是可以依职权送再议，那后来还是有再发回再重新再处理。所以对于检察官所为的缓起诉处分，刑事诉讼法其实是有相当的审核救济机制来确保缓起诉处分的妥适性。所以如果说委员们的提案提高是为了要排除检察官的缓起诉处分的权利的话，其实这个部分相关的机制是可以处理的哈，并不会因为这个刑度哈一定要提高，那检察官没有这样的一个处理就是比较好，其实不见得哈。因为相关的案例我们上次也有跟委员们报告过，为什么如果说检察官没有缓起诉处分的权限会有什么样状况，上次也有一些案例，司法院厅长也有跟大家说到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现在台中有一个高职的学生哈，他们就是在住宿然后在洗澡的时候彼此拍摄，那其实然后拍摄以后就好玩，他并不一定是有性剥削的这个意思，但是他就直接传给同学这样彼此看，依照那个法律构成要件来看，他们是有可能构成我们的这个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拍摄还有散布，这都是非常重的罪。要是没有缓起诉处分的机制，就是刑度一律都拉到3年以上很高的话，他们没有机会就是让他们就是悔改自新哈。那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个是不是合宜的，请可能委员们可以再多思考一下。那另外实务上我们也有青少年因为触犯而少性剥削条例的罪名然后移送法院地检署的情形比如说也有逃家少女哈，他们在逃家期间结交男朋友，那男女交往期间分别透过男生去打零工女的就从事性交易然后谋生，那逃家少女经过寻获后，这个男友就有可能因为涉嫌而少性剥削条例遭到移送。那像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就他对于这跟我们想要处罚那个很重刑的那个儿少性剥削的那种很可恶的犯行，是不是要等同一概的这样子去处理如果说用重刑来排除检察官就这种案件的缓起诉处分权限，到底妥不妥当？那也请委员们再思考一下哈。那对于那种非常可恶的部分呢，我跟各位报告就说我们目前的侦查实务呢，比如说台版 N 号房的情节重大的这种犯罪我们检警都是在积极查缉这个犯罪集团的所有的共犯，也会清查所有相关被害人，查明他们的相关犯罪所得。他们的犯罪所查获的行为罪数是可以加的，如果一次犯一次，其实那个罪名不会说，应该是每一者行为都可以数罪并罚，是可以加的。
所以我们不见得是一个 一种行为的刑度就拉得很高，也他们每一个每一个罪数是可以一累计加的。我们就曾经也有台中的案件，他们累计的刑度是可以有30年的哈，并不是说哦他们这样就会被轻判啊。那而且犯罪所得提高，法院宣判的刑度跟没收的金额也是可以，也是会可以看他们的这个行为样态来累加哈。那另外，我们在去年修法的时候，其实已经把为无正当理由持有儿少性影像跟观览儿少性影像刑罚化。那这个部分我们是赞同，我们这次卫福部提出的版本把它提高刑度，这个部分法务部尊重那个卫福部提出的版本。那其他的部分之前已经通盘考量到的，我们就建议维持原来的这个刑度。那有关无正当理由持有跟无正当理由观览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我们建议就按照卫福部这次提高刑度的版本来做修正。那以上。好，谢谢法务部的说明。那请问司法院有没有补充说明？是的，就是赵伟还有各位委员，大家午安。那刚刚法务部参事的那个说明，我们大概是都这个原因也都赞成。那对卫福部呢，后来有稍微调高的这个刑度，我们也都没有意见哈。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稍后呢也会这个提供一份哈，大概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因为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大概就是避免这个儿少遭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性的这样一个剥削。那其实在本来的刑法体系，也就法务部主管的刑法体系里头，本来就有一些是关于儿少保护的法则。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在不同的法律里头，对于这个保护儿少，那应该是一个国家它一个社会的一个任务。那刑法体系不论是普通刑法或者是特别刑法，都不会因为这样的去减少对儿少保护，避免他受到这样的一个性的剥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儿权法一二条的一个整个一个国家社会的一个加重的一个刑责。比如儿权法62条，它就是加重刑分1/2哈，但这是一个分则的加重。那这部分其实代表整个国家社会对儿少的保护这个部分的一个不可一个懈怠的一个任务。这样我们已经把儿权公约已经把它内国法化多年，那所以对于我们去依照这次的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31到38条的处罚，我们其实是对比整个的刑罚的一个体系来看，似乎并没有法定刑过轻的情形哈，也就是说，诚如刚刚参事说的，去年其实才修正，啊，把一些过去其实没有入罪的，我们逐步把它入罪。然后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希望能够像前次我们在这个国会去做一个说明的是，目前其实整个台湾应该要去强调人人保护儿少，那还有去强化我们的一个前面的一个教育端。还有整个的社会的教育，那从根本的去让整个国家社会人人去让儿少，其实他不会成为一个剥削的一个对象，不管是经济剥削或者是犯罪剥削哈，那这个大概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的一个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大概是等一下我们有一份资料可以请大家去细看，我们去对比了，不管是从31条以下一直到32条，然后各条文。那这部分一直到散播儿少性影像的这些罪名，那大概都可以看到说，我们跟各自的刑法体系，举例来说，我们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是刑法的227的第一项到第四项，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刑法的一个就是231条，比如说意图使男女与他人为性交或猥亵行为而引诱容留或媒介以盈利罪。那这个是5年以下，那对比我们现在的这个条文的这样一个，我们其实是这个7年以下，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们现行条文其实并没有过轻的情形。那其他的各条我们大家都等希望可以参考我们今天提出来的一个就是各条的一个对比性的一个意见，也就整体来说目前的儿少性剥削其实在保护儿少不受性剥削的这样一个性剥削防治的一个立法的特别的刑法当中，其实并没有就是说比较轻的这样情形。那我们还是必须要强调说，即使是特别刑罚，那对于
刑法目前的普通刑法里面的刑法体系来看，可能还是要去回到整个罪行相当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思考。那以上作为以上的补充，谢谢。好，谢谢法务部跟司法院的一个说明哈。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逐条的讨论。好，来，我们第32条，刚刚司法院法务部的意见是不予增订嘛，对不对？好，维持原条文。那个，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好，那我们就维持原条文。第33条也是维持原条文。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来，第36条。34。抱歉。34条维持原条文。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35条维持原条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36条卫福部有版本。是36条在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以及第七项增加重置这个文字。另外在第一项的罚金部分定这个楼地板10万元以上以上。好，来那个侯孟凯委员请。好，在36条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布板的这个状况，就包括说重置跟10万元以上，这个本席是尊重。但是我看到几个委员提案的版本，我觉得有两项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个讨论的，一个是在第25页林思明委员跟我本席，然后还有几个委员的共同提案的版本。25页的这个版本里面有提到说，如果说是以这个拍摄的图画影像去恐吓别人的话，有加重的一个规定。好，那我觉得说这实务上的样态可能也会都有，譬如说什么，就是交友软体上面可能他先诱骗，有一些那种加害者他先诱骗了这个少男少女，拍摄了这个性影像给他之后，那后来他就以说我拥有你的这个性影像，如果说你不想要被外流外泄的话，那你要答应我什么事情，或者是说对他有进一步的要求，那恐吓威胁。那往往很多的这个被害者，他一开始他可能是不小心，或者说他可能这个性影像被掌握之后，那反而一步一步的就被人家做这个恐吓威胁。所以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样态的话，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再加入？当然有没有其他的一个这个法条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犯罪行为的一个管制或规范，这个可能等一下再请这个相关司法单位来做意见表达。但是我认为是说，是如果说在这一条36条里面，这个加重刑责，又如果说他有不同的样态，然后去恐吓别人的话，加重刑责，我认为是可以考虑。那另外有包括说，也有委员的版本有提到是不是应该要辅助相关的那个身心治疗或是辅导教育，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一并等一下请我们主管机关来表达意见，好吧？因为这身心治疗或是辅导教育，这可能跟卫福部有比较相关。好，以上这两点，谢谢。好，谢谢，来范云委员。这第36条在刑罚方面我并没有意见所以卫福部这个10万以上这个部分我觉得蛮好的。那这一条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额少性影像部分加了一个重置那重置大家记得我们当时在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卫福部好像有不同的意见，那很高兴卫福部接受大家的意见因为重置性影像是性剥削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那重置依照就是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的规定，下载网络影片存下来都是重置那这边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去年性私密影像修法的时候，我们是增订刑法第319-3条，未经他人同意，无故重置。当时我们斟酌的是用无故把无故加进去，就是如果完全不知道不小心下载的就不在这里面，或者是说他因为研究目的，譬如我们那个性影像对不对，资料库而下载的就不是
这个就是说就排除了这个，因为它是有故嘛，有正当理由。那但是我想儿少我们可能会更严谨一点，所以这边是用重置我也 OK。 那我只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想清楚要不要放这个无故，还是就直接放重置。好，那因为我有条文，但我是放在38条，但是在这边跟36条卫福部这个精神是一致的。好，以上说明。好，谢谢。来，张委员。我主要也是想要确认一下这个重置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上次卫福部是认为下载就是一个重置，但是因为上次有一个案例是说，因为有些小朋友他们可能只是不小心，他就把它整个传到整个群组里，可是班上在这个群组里的人，在他收到那时候，似乎在上次的讨论他也算是重置了。对，所以就变成是说，可能就会有一些青少年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可能根本没有意思要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他就在这一条他就犯了这一条法。所以我想再确认一下，这个重置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好，那个法务部跟司法院有没有意见？针对这一条36条重置这个部分，来司法院，我们对那个卫福部的新增的这个部分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法务部呢？张伟还有各委员大家好。我想不好意思，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我在卫福部的会议上，因为也有表达同样的意见了，所以我想我就因为已经有委员问了，我就坦白说好了。因为当时他们要定这个重置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是说这个可能会有隐忧。好，就刚刚就是张亚玲委员他所提的这个部分，确实这是一个问题。那我稍微给一点点时间说明一下，当时刑法319(3)定重置的那个来由，就是因为刑法319(3)它定一个重置，当时是因为当然是这个是一个立法政策，就是行政院的政策，他那个时候规定说到底我们要规范持有还是要规范重置。那司法院其实当时的司法院代表他们是反对，就持有跟重置都不适合，因为这个牵连过广，就讲很直白，有时候大家手上不管男的女的可能不小心手里面都有，所以当时的立法大家的讨论都是说，就会觉得说不管持有也好重置也好，如果规范下去真的是太广泛了。但是行政院当时在一些团体的比方说压力是 push 之下，那让觉得说我们要重视这个议题，所以后来在几经考量之下之后呢，那就是因为持有跟重置这两个动作，其实在法律上它还是有一点点差别。虽然在我们的数位的这个我们现在数位科技底下，持有跟重置几乎等同，但是在实体的世界，所谓的持有就像我现在这样子是持有，但是我制造很多个才叫做重置。好，所以那我们在法律上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就是实体跟数位世界的一个运用的状况。那当时我们在协调过程当中，后来行政院是认为说重置的可责性还是比持有高一点，所以才会在319(3)定了重置。那前提是在于说，因为整个刑法并没有去处罚持有这个动作，只有处罚重置。那现在我们回归来看，我们儿少性剥削来看讲的话，当时没有说请卫福部要定重置的原因，是因为他有持有，他就处罚持有了。好，然后也把持有，因为单纯持有这个东西，我们是参考外国立法例。好，当时卫福部参考有日本、德国、南韩，所以他们先采就是日本的立法例一年以下这样。那确实现在因为这一次整个是因为黄子佼事件引发，然后很多就是很多人去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就一直比较刑法，为什么刑法有重置，可是儿少性剥削却没有重置，然后这边要归重置。但是确实刚刚张亚玲委员所提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数位科技底下，我今天在点持有的那一刹那，其实就是重置，就是下载的那个当下，它就是重置。所以刚刚其实在会前的时候，也有委员的办公室的助理跑来找我，那我说这个我只能说从我们司法实务上，我只能说这是有这个隐忧在。好，这个未来不无可能，我只能说不无可能持有都会被重置吸收。好，我是说不无可能，因为这个还是要看法院法官那边的整个法院的见解，他们怎么说明
他们要怎么去切割。但是我只能说，就现在来看的话，不无可能未来这个持有很有就会被，尤其是在数位科技的这种状况，它可能会被重置吸收。所以，我只能说，这次就我们就是一直以来过去的讨论，然后表示一点意见以上。嗯，所以我问一下哈，法务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这样子定的话，那刚刚提到的就是孩子之间就是一个讯息传出去了，我可能不想接收，但已经到了我的手机，我算重置吗？就是你，因为我们现在手机像 LINE 好 LINE 的影片啊，我们看影片在点开的那一刹那，其实它就是下载到我的手机里面了，这样就叫重置，这就叫重置，这好严格哦，因为它是被动接收，它不知道是什么，它点开它就有罪，所以这就是我只能说，这个是从我们一直以来哈，就是像以前我们以前很常有一种案例。就是所谓 BT 使用 BT 去，例如说，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大家很喜欢在网络上去找那种影片来看，然后用使用一个软体叫做 BT 或骡子，那叫什么？忘记了骡子，就是这种软体呢，它为了加快这个下载的速度，所以它同时上传跟下载，也就是说，它把全世界的人正在下载这一个档案的人全部集结在一起，然后就是。大家一直你上传到你下载到 A 段，你同时把 A 段传出去，然后别人就可以就是用这种，它是技术，但他可能不知道那个里面是什么。对啊，但是可是在过去的实务案例，这样就算。所以很多被告他后来又跟我们抗辩，可是因为没有办法，因为被告也知道这个就是同时上传下载，所以后来像这一类案件，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其实都有相关的。相关案件，因为那个是在著作权法的案件。好，那我具体问，就法务部的你们的立法的见解，你认为36条要怎么修订文字，比较不会有你刚刚讲的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仅止于被动接收，它可能就要入罪，这的确是有点太广泛了。在实务上，我们也不是要追究这些人，是那一些，对啊，你们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文字的修正的意见，不好意思，就如果说就我自己个人这一边的意见的话，是因为会建议是说，因为其实而造型剥削就已经有规范持有了，那是不是重置就不要规定？因为其实它就有制造，然后有持有，就把这个整个分开。那如果持有的话，你刚刚讲的那一种情况，就是说它是被动接收的就不算吗？他还是持有啊，但是他的罪行度就会变得就是运用到后面，就是像例如我刚刚所说明的，例如说今天有一个人传了一个档案给我，我点开的那一刹那，他就是下载到我的手机，然后我就持有了。对，那如果说我今天我们的法条上36条有重置，39条有持有，那就会同时构成36跟39，然后会依刑法55条的规定，想象竞合从一重处断。就会处到重置罪，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我那边没有重置了，我没有重置，那在我们的司法实务上，可能这一类的案件，我们就会认定说，就是单纯我就是处罚他持有，就是这样，就是依39条第一项的规定来处罚这个人这样子。那至于，所以像儿少这一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就是刚刚我们参事有向各位委员说明解释哈，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像我前阵子也有接到电话，就是说有一些小孩子，好学校学生，因为拍摄就是好玩拍摄照片，然后已经被移送少元。那我前阵子也听到那个检察官也有在讲说，有少年法院还有把这一类案件进来移到地检署，好，因为移到地检署几乎都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起诉，所以我们现在这一类案件。我必须老实讲，就是说，可能占全国的案件量没有很多，但是就是说，因为这个对象是学生，所以检察官都会比较，就是会觉得自己也是都有小孩啦，所以他们都会将心比心，所以说才会在这个部分，我只能说，就是现在目前的实务状况是这样，然后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也很感谢刚刚委员都有支持，就是说刑度哈尽量都维持这样子啊，对，那未来到底等案件发生在更多了以后，法院对于重置跟持有这块的解释说明会不会再限缩，这个可能就要等到未来
未来的案件，因为我们在过去像著作权法的案件就有呈现过一个状况，就是说法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直适用的法条，就发现处罚的范围非常的大，然后而且法官他后来开始慢慢限缩解释，限缩解释之后这样的，可是那个都要过好几年的时间了。对，好，对，以上。好，来洪孟凯委员。好，我想主席有具体建议，因为现在是数位时代了哈，所以说刚刚其实我认同这个我们官方代表这边讲的，就是说如果说把这定下去的话，可能会对于这个样态会太广泛，而且可能很多人不小心就会犯了罪，甚至现在有很多的通讯软体是它有设定自动下载功能，所以我被人家发了讯息来之后，我根本还没有打开，但是我已经如果说下载到我的手机相簿里面，那是不是这也已经构成这个犯法？哦，那另外我就回归到立法精神，其实我相信各委员大家提出来重置这个事情，要把它放进概念是什么？概念是我们不希望有买方市场啊。就是大家会讲是说这个我们36条是要闲置，说不要有去拍摄儿童的这个性影像嘛？那为什么会有人拍摄？因为有人要买，有人要买，所以说才有获利，才有获利之后造成说卖方有市场，所以说卖方会持续的去拍摄，想要来获利。但是如果说在第39条，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加入无正当理由支持对价持有，那等于是说我们对于买方市场是强制的处罚。哦，其实就如同这个知名艺人的这个案件啊，他的问题在哪里？他去付费购买儿童性影像下载到他电脑里面，所以我们立法精神应该是要遏阻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绝对不可能同意付费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的立法精神大家委员可以同意的话，应该我们回归到39条。我们支持39条，现在部的版本也是有无正当理由支持对价持有，那其实就是说禁止购买的行为。那36条可能就把疑虑的地方给这个不加入，但是我再拜托主席，等一下可以考虑一下，是说如果说是持有，但是拿人家的性影像去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样态的行为，是不是能够把它给放进去加重处分？好，以上，谢谢。好，谢谢。来，陈俊辉，我认同洪孟凯委员的意见，因为最近有许许多多新的犯罪形态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威胁未成年，可以继续在不断的拍摄影片给他。嗯，对，所以反而这个是可以，如果我们可以放进去，可以赶快阻止很多快发生的犯罪。嗯，好，来，范云委员。我刚刚讲的是说，因为性私密影像当时用无故重置就可以避免那种不小心下载的哈误触的哈，那只是这边就是说大家觉得重置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并没有要接受无故重置的话，可是我这样在想删掉会有什么问题哦？因为重置性影像其实跟拥有又不大一样，因为我有可能就是我下载之后，那可是后来我删除了。可是我们的技术其实是有可能知道他去色情网站下载儿少的性影像，只有删除嘛，因为他已经删除了，他就没有持有了，你就没有办法用持有这个罪来处理他。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删掉这个东西的话，又有这个问题，所以提出来问大家这样。好，那个卫福部是不是回应一下刚刚大家这些意见？我先就刚才这个洪委员建议的对那个威胁以性影像作为威胁这个部分，对，在现行的刑法的305条以及儿权法的112条都有相关规定哈，那是不是还要另外在这个本条例里头去增加？那我们基本上是这个想听听司法院跟法务部的意见哈，这个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我们在36条把这个重置，其实重置就下载了哈，那把重置拿掉，那是不是就回到39条是无故持有？那就跟回到现行的状况，是不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一次因为这个黄姓艺人这个事件之后的各界的这个声音，也请委员斟酌哈。以上。好，大家还没有意见？那个针对那个胁迫的部分哈，我是觉得其实大家修法是想要针对比较恶意的，一定就是要加重处罚。所以刚刚洪孟凯委员特别提到那个胁迫的部分，还有陈俊辉委员提到的，就是说你这么恶意还用这个去威胁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在36条里面反而应该要特别去强调？
那这个法务部有没有什么意见？跟司法院，就是把它加进来有没有什么体力上不妥？不好意思，我表示一下意见。其实相同的这个问题在去年112年2月修法的时候就讨论过了，那有一些妇女团体他们也一直在提、嗯、那我们先就只能说明，就是说当时我们部里面的见解是这样子，就是说恐吓罪它在刑法305条就已经有规定了，那它恐吓的恶害通知包含我威胁生命法益、身体法益、财产自由，这一些我们都包含在里面。那当时我们的认为是这个，就是我们刑法的整个体例来讲的话，今天有人拿刀对的被害人说 我要杀你哦，你如果不怎样我就要杀你哦，就这样子，这样的案例呢，其实在整个现行的法制底下并没有加重的规定。那所以站在我们的立场，就像刚刚我们参事有介绍，就是说我们刑法体例其实四个个人法益里面，生命身体健康、生命身体财产跟自由。那生命法益，我今天我想要杀你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已经把生命法益拿到最危险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没有加重其刑的话，那其他的状况以刑法的体例来讲是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啦。好，那二来就是说，其实刚刚司长也有报告，就是说其实在今天如果他的对象就是儿少了，那儿少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他305条虽然刑度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依照儿权法的12条第一项的规定的话，它就是加重刑，它是从3年起跳，而且它那个是法定刑直接提高，因为是故意对儿少犯罪，那这样这种状况是它的刑度就是要就是它整个刑度会提高，就变3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就是说若依照我们过去这样子一贯的见解跟立场来讲的话，这个部分可能我们的意见就是还是维持这样子。那过去有用过吗？有用到你们刚刚讲的有引用而权法加重其刑1/2吗？有类似这样的案例吗？不好意思，因为 我没有去查过啦，但是只要是这种案例，其实在实务上我想应该不会也不会说完全没有啦，因为那个要怎么说，就是这种案件，因为恐吓的案件其实很多，非常多，那可能例如说如果说也有可能都在少年法院这一边呢、啊，因为很少大人去威胁小孩这种案件，我不敢说没有，但是应该不会很多啊。但是如果说小孩子跟小孩子，就例如说像国中生那种有点恶斗的那种状况的话，可能都也是会有啦。对，以上。好，谢谢那个范云委员，在罗廷伟委员。那个，因为刚刚好像是不是法务那边一直说，加无故会有认定的问题。可是我们修性私密影像的时候，我们刑法319之3条就有无故重置嘛。我们当时不是用重置，我们是用无故重置。所以我就在想说，这边如果用无故重置，就可以避免刚刚张亚玲委员跟一些委员担心的，就是儿少那个赖群组内点下去不知道是什么，点下去就下载了，因为他其实完全并不了解，就会排除这种那不知道这个部分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好，因为我还是担心说，我们如果拿掉了，那他只要去儿少色情网站，假如不是付费的，那他下载之后看完之后就杀掉了，那他就不算持有啦。那这种人我们就变成没有办法处理了。对，那重置也有包含另外一个，就是他把一个影像变成很多份，那个也是重置，那个还是跟持有不大一样。对。算不算制造？变成很多分的算不算制造？制造是要从零到有，那个是制造嘛？可是重置就是弄很多 copy 这样子，对啊。就是至少依照那个经济部的那个部分，就是说你只要印刷、复印、录音、录影等等，让它有直接、间接、永久、暂时之重复制作，就是那个好了，请罗廷伟委员。我也是支持洪孟楷委员所说的但我还是要再次提醒，我觉得不只是恐吓他人这样的案例也有诱骗他人这个诱骗的过程有没有恐吓，其实我们可以依照上次有提过这个案例警察也是创意私房的会员，一手法诱骗3少女拍性影像，然后再一次的贩售，遭判1年10个月
我想这个承任警察，这个刘姓警察，他因为自己的职权呢，特别拿到了影片，然后呢，又在约当事者来到所再一次的拍摄，然后说要来帮他说厘清真相。可是再一次的拍摄的过程，到底有没有恐吓？还是纯诱骗，我觉得这都应该把它写在这里面哦。那可是我们的重点第二个就是说，你说加重其刑三分之二这件事情不符合比例原则哦。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一个刘姓原警最后被判一年十个月哦。我想虽然看到这个案件哦，让我们就觉得它有加重的必要，但是我们也担心。我们就算加重、加重再加重，现在的法官如果用，因为他好像是这一个判例，他不是用儿少性剥削来做判罚，他是用那个危害隐私权来判罚哦，所以我们也担心说，除了一昧的加重之外，如果法官不用我们所编的这个新的法令，这也会造成孩子的一个受伤以后所造成的一个没办法挽回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还是希望该加重的要加重，那相关的一些法令在进行当中，有其他的法令来做一个解释的时候，这部分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来破解？所以我也希望法务部不是只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不符合比例原则，而是告诉我们该怎么防范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才可以安心来订定这个法令。好，谢谢。好，来司法院。这个就是谢谢委员。这个就是提到上次有提到的那个案件哈，后来我们有去了解，就是说，那个案件呢，其实检察官起诉的部分并没有及后面他的那个部分的行为，而且那时候是旧法哈，旧法的时候其实个资法是五年以下是比较重的，所以他在这个起诉的对象就不及于他后面的那个部分的一个行为的部分。那所以在那个个案里面，它其实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那但是去年修法之后，它其实已经加重了的法则了。对，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的这个情形可能是我们要做一点这样的说明。因为上次委员有提到这个案件，那我们有去了解，就是他的那个整个审判起诉的对象，其实是他的犯罪事实的认定是有落差的哈。那以上做一点说明。那我再说一下，就刚刚其实就是朱竹检他有提到，就是这个36条的重置跟那个持有的部分。那未来其实我们举例来说好了，比如说我刚刚跟我们的同仁哈，就是法官在讨论是，比如说今天我传一个哈，比如我传一个讯息给比如说林瑞。月勤委员哈，那我传一个照片给他，他其实他有时候这个照片他不见得是要我传给他的，但是我就传给他了，所以这时候你怎么认定他有没有持有的意思，或者说他如果下载了之后他是不是重置，所以这里其实都会有一个法律的一个事实的一个调查跟认定的评价的这个过程。好，所以其实持有也必须要持有的意思，重置也要重置的意思。所以刚刚朱检提到说的确在实务上很可能因为数位的发达，那我们可能常一个动作，他可能甚至于说刚刚那个洪孟怀委员提到说我们有那种自动下载的，他可能就自动重置了。对，所以这里其实会有一个你在认定事实跟适用法律的时候，尤其是刑法，那一定要回到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让人民轻易的入罪啦。那不过我觉得这时候可能也必须要仰赖就是检察官的起诉，还有他在这个诉追这个刑罚的时候，可能也是要注意这个部分问题。所以我们第三点我们要强调说，这次为什么说要拜托各位委员就是尽可能往前面的教育端走哈。那因为这些孩子其实多数的其实我们在实务上遇到的可能都不是类似这样创意私房的这些大人哈的剥削而少这个性剥削，很多其实会中枪的哈，其实大家都是在成长当中他在社会化的过程的这些儿少哈。那我觉得这一点呢跟我们会希望就是大院呢可以就是特别去注意这个部分，那我们也会希望就是说这个整个刑罚的重刑应该回到个案，如果应该是应该严格的给予重刑的，应该其实是在个人的认定上其实应该就要给予严格的处罚，但是希望能够不要在这个就是让这样的一个重刑，去年才修正的部分其实已经提高了刑度，甚至把本来是行政罚的部分都已经入罪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需要大家一起来去努力。我前次其实
这个有去提到那个其实是中部地区的法院，那跟各位报告就是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势一直持续在这个就是累积增加当中哈。那如果说跟校园跟家长哈，可能了解一下，大家其实都非常的忧心哈。不过法律其实是一视同仁的哈，一旦都重刑化了，我想这个影响所及，可能也会造成其他的一个社会问题。以上补充，谢谢。那请教一下司法院，针对36条的这个修法的这个这些文字啊。包括写重置，还是刚刚范云委员说，无故重置，或者是拿掉，你们的意见是怎么样？那有提到说，我们对卫福部的这个版本，我们没有意见的原因是，本来就是到底是不是重置会吸收持有，要从个案上面去认定。对，因为比如说，使用数位，可能它的一个装置，可能就是不见得是每个都一样的，所以其实应该还是要回到个案。只是说，其实我刚刚举例说，比如说我传给林月琴委员一张照片好了，但是他有没有持有的意思？那我在举证的过程里面，我会说你有要我传给你啊，但是林月琴委员说没有啊，我哪有要你传给你？那谁知道？所以其实有时候会变成就是到底有没有持有，其实很难去认定的。那我觉得其实法律的设计其实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是，不论是法条是持有，或者是说法条是重置，它其实都还是要看个案的事实去做一个认定啦。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的去让这次的修法，其实能够让整个国家更重视这个儿少他不被性剥削，好，那我觉得可能才是重点。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其实，在39条已经有一个就是对价性的这个无故的持有的入罪，那跟这个重置，它在法律的行为样态，它本来就是两个行为样态。可是它有时候会二合一，要看整个具体的行为，还有它使用的这样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载具哈，它的一个功能。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卫福这个这个法文，我们基本上我们司法院这边是没有意见，但是就是回到个案 case by case 去认定。以上。好，谢谢。来，林委员。所以有没有可能哈？刚刚如果以厅长这边讲的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在36条？因为刚刚赵林委员有担心说，你重置有时候事实上是不小心去按到我下载了。所以如果按照范云委员刚刚提的加一个无故重置，是不是这一个就按照院本的里边可能再加一个无故重置，那这一条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结束讨论了。因为这样子就避免掉刚刚雅玲委员提的，然后范云委员又提到说，本来我们刑法就有这样定，那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一点？因为毕竟刚才厅长这边讲的重置跟那个所谓的持有一样，不太一样的形态嘛。那这里我们两边就都解决了，因为那边等下持有也是有无故好的那个状态里边，那是不是两边都可以比较善处？说刚刚担心的，有时候孩子真的不小心他下载下来。好，以上。好，请问还有没有委员要表示意见？如果没有的话，那个卫福部是不是你们的意见呢？是啊，那我们就尊重委员大家讨论的意见。加无故就是比照成人的那个部分。好，那胁迫的部分还是没有办法加上去。恐吓了，嗯。他原本就有加重的，加重的，要加到三十。好，那罗廷委员还没意见，这部分。不符合社会期待，来陈金威委员。因为刚刚他们是说大人恐吓小孩。恐吓未成年这个不常见，但其实在最近的新闻都越来越常见啊。还有韩国的又爆出一个类似 N 号房的事件，在这几天，所以我想这是未来的新兴犯罪的形态之一，只会越来越多而已。嗯，好，那我们是不是
卫福部还有空间可以研议一下怎么把委员的意见放进去。因为委员担心是说这个法条适用他们法官也好或检察官也好有没有灵活嘛，所以我们在第五条有增加最后一项，就是这些办案的这个司法人员包括警察包括检察官跟法官要上这个课程。好，那上这个课程就要提醒就是上如何防止儿少性剥削以及性剥削法律适用，包括恐吓除了刑法的305之外还有一个儿少福利的112条是可以加重其刑的，这个部分加强，那我想应该可以回应委员担心这一类案件的一个泛滥，那我觉得也可以回应民意。好，所以在第五条前面刚刚通过第五条里面就是有强化那个专业训练的部分嘛。好，那如果我也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我们是不是36条还是可以按照卫福部的修正条文，然后重置前面加上无故两个字，大家可以同意吗？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好不好？好，那修正通过。好，来，接下来是第3838条维持原条文，大家没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就维持第38条维持原条文。第39条，39条增加第一项无正当理由支付对价而持有，好，那个处1年到7年以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同时，第二项在这个原来第一项这个无正当理由单纯持有性影像，之前前次是1年以下，我们现在修正为3年以下。好，那不好意思，那个主席刚刚38条太快了，我漏讲一个哦，因为我的版本有一个就是38条哦，如果泄露个资哦，就是譬如泄露被害人的姓名、出生年月、居住点，要加重其刑1/2，这个部分因为原本并没有。那卫福部不知道愿不愿意考虑，因为的确是有一些泄露个资的，跟你比如说你性向儿少性向就很糟糕了，他还要告诉大家说他是谁，然后在哪里读书，那这种好像应该要更加重了。好 ，OK， 这部分那个卫福部还没有回应我，抱歉，我刚刚那个跳太快还没看到。好，38条刚刚是说维持现行条文嘛，哈，那范委员是说他提的泄露个资，是因为这个涉及到违反个资法，那我们当初在讨论的时候并没有采纳委员的意见，是因为在现行的个资法里头有相关规定，是不是就回到个资法以上？个资法的罚则轻很多啊，这个是性儿少性私密影像，这个是蛮特殊的个资哎，就是说你一般被个资后，我的身份证被人家就像最近那个被人家放在网络上，跟我有儿少性私密影像，又被知道几年几月几日，据说谁他搞不好都会去跳楼了，所以这蛮不一样的状况，好不好？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那我们38条先保留一下，好不好？来。来，39条，大家没意见？针对卫福部的版本，好，张委员。抱歉，我想再确认一件事情啊，就因为39条，我们是处理是无正当理由支付对价而持有儿少性影像嘛。那现在在脸书有一些霸社或是 RSU 这种社团啊，这种他进去他也没有，因为他就是会有很多人在那边放一些私密照片这样子。那我加入这个社团，我就会看见。那我到底是用36条去罚吗？现在如果要处理这个问题的话，是用36条去罚吗？我想，这是可以请卫福部回答我吗？谢谢。这个可能要请检察官跟法官来就个案来做整体的认定。这个是要请法务部可以回应吗？还是司法院？会请委员再讲一下您说的案例。好，就是说因为我们39条处理的是无正当理由支付对价而持有嘛，等于是付钱持有的这种嘛，但是因为脸书霸社有些这种霸社或者是 RSU 这种社团，它基本上就是很多私密社团，那里面有很多的私密照，那如果我今天进去看
因为这样子 的行为，好，我进去看哦。那这个人他如果要被处罚，如果我们要去侦查之后，他被处罚，他是用36还是用39条？那谢谢。抱歉，大嫂，我看了一下44条，44条也还是支付对价。对对对，那这种状况呢？因为这种社团也是非常大。不好意思，我可能就我的想象说明一下哈。假设说今天我进入了这个网页，然后如果它是影片，我必须要点才会看嘛。那点下去，它如果说我在侦查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证明说它其实在点了下就已经下载了，那其实就可能36、39都会构成，对，因为它就已经依托，它就比观览要更多。好，因为它。因为如果说今天我可能点开这个，例如说我点到 A 网友的这个页面，我就看到这张照片，我不用去点照片，我就看到这张照片，然后我的电脑里面，因为我没有下载，我是这样看的话，那依照现在目前应该是没有办法处罚，因为它没有支付对价，对。但是如果说我这是一个影片，然后我要点下去，它才会开始跑影片。那这样的这个动作，就有可能它已经下载，然后我已经持有了。那我们就会看证，就是整个过程。因为刚刚因为那个司法院庭长也有讲，那个还要看故意啊，哈，对对对啊。所以说，如果说照我刚刚在之前的说明解释的话，这个有可能都已经到重置了，对啊。但是还要看法官的判断，这样以上。了解，谢谢。我只想要确保那个免费观览这一块是有被涵括在里面，这样子。要看个案的证据收集的认定。谢谢。好，那39条，各位还没意见？如果没有意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照卫福部修正条文通过？好，39条通过。来，第40条。40条也请司法院法务部表示意见。40条，法务部司法院是维持现行条文吗？维持现行条文。那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来，范委员。我的版本有增加哈，在那个第一款至第三款后面增加一个非对价性交或猥亵行为哦，就是如果影视宣传品有这个部分的，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漏掉了？可以问一下卫福部的意见吗？对。因为我们在第二条就已经定义哦，这个本条例所称的这个行为就是有对价的性交猥亵，所以就在条例上面，他已经把他犯定的这个性交猥亵就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又非对价性交，那就回到那个刑法的这些对猥亵物品哈，这个刑法的相关规定来处理。我看第二条那个是下列行为之一者，一才是有对价的，二就是利用儿少为性交或猥亵。对呀，工人观赏啊，你这边影视里面工人不就是工人观赏吗？
你这是宣传品、出版品、广电呢、欸，所以他就不需要写。可是现在不是在讲罚则吗？并科新台币100万，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已经犯别的法了，这边不用再写，是不是？就是如果他是公人观览的儿少性交猥亵行为，就在这个条例里头已经规定了、哦，就是、对，就是宣传品、出版品那个用别条就可以了。好 ，OK， 那这样子有的话我就没有意见、嗯、好，谢谢说明。好，那我们第40条就维持现行条文。来，接下来第41-1，这个是如果用组织形式犯罪的话，加重其刑1/2。那个法务部跟司法院，委员好，有这个组织刑事犯本条例之罪的这个条文哈，上一次我们已经有提供委员参考，就是说我们依照组织犯罪条例，它有它特定的意义跟它的结构，那还有它的构成要件。那我不知道委员的意思是要跟组织犯罪条例所定义的组织不一样，然后要定在这里面。那如果是这样，那看要怎么样定，我们也尊重。但是如果用以组织形式犯本条例之罪，可能就如果没有改编的组织的这个定义的话，那可能就会跟组织犯罪条例有重叠，那就有没有必要在这里定？那这是我们想请委员理解的。如果不是，如果决定不要跟组织犯罪条例一样而要定在这里的话，那可能用组织这两个字在这里就不是很合适。以上。好，那个提案的委员罗廷伟委员有要补充吗？所以法务部是不予增，就是维持现行条。不用，应该是不需要增订，因为我们其实如果有组织它这样的一个结构形式的话，其实我们就用组织犯罪条例来处理。其他更重的罪，其实我们也都是这样在处理，可能用这样子维持原来的条文，应该就应该是适用。好，那我们41条之1就维持现行条文。来，43条。43条是配合第39条的修正，增加了它的项次哈，着作项次的一个增加哈。以上。好，那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哈。好，如果我也没有意见，43条通过。来，44条。44条增加那个性影像这个样态，那同时把这个刑度好做一些调整哈，还有罚金也做了一个调整。因为我们没有41条之1，所以它是增点，不予增点。那你就直接修就好。好，那44条有意见吗？好，来林委员。44条哈，当初我有提所谓的无正当理由故买取的违反第4章规定的网际网络内容提供者的会员资格，而且并有事实足认支付对价取得这个照影像，所以不知道卫福部这边可不可以说明一下，今天有这个会员资格，像创意私房，这就是有这个会员资格嘛，哈，所以想问一下，你当时没有去放在这边的考量，如果有会员资格之后，怎么做处理？好，当时我们没有参采的理由就是说，第一个，有些网站它并不是全部内容全部都是违法，好，它也是会员采会员资格，它不见得是全部都违法。那查到它有加入这个不是全部都违法的会员，就会涉及44条的这个刑责，似乎有点扩大，就不是那么的妥适，所以应该回到各具体的个案去认定他是不是有那个犯罪行为。对，可是我这边很清楚的讲，因为想不是只有我一个委员提出来，我想有其他委员也认为是说，你取得像创意私房跟触感空间，他们都是会员制嘛 ，N 号房的也都是。就说韩国 N 号房也都是会员制，所以当时才会去提出来这一点。只是说今天大家有提的这相同的，大家只有我今天在场而已，所以我还是要请你具体做说明，因为没有
漫无目的说全部都要，任何你说我去摸摸什么，不是，现在是说今天有第四章违反第四章规定的网际网络内容提供的会员资格，并有事实足以认定他支付对价取得儿童跟少年之性影像者，所以我们希望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3万以上那30万以下的罚金，因为他已经有这个动作，他取得会员。如果我今天没有看到，没有看他有去下载，可是他已经是加入会员的话，我觉得这应该也要认定，然后他已经有这样的动作了。因为这个是一个犯罪样态的认定，是不是可以请法务部朱检，好，朱主检来说明。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其实我们在看待这一项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现在仔细念一遍，就变成说你取得会员资格，并有事实足认支付对价取得儿少性影像。其实已经有到支付对价取得儿少性影像的话，其实已经是符合现在卫福部所提出建议版本39条第一项，支付对价持有儿少性影像。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依上欺下的刑责了。对，那其实有没有取得会员资格？也不是那么的，就是说我今天我只要支付对价取得儿少性影像，那他就是有持有的状态，那持有状态他就是属于39条第一项的规定。应该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增订这一项的话，就变成会跟前面的39条第一项会有点互相汉格，因为都是支付对价取得持有。那刚刚有委员提到说，啊，我删除了，删除只是一个他消灭证据，但是他不代表他不曾持有过，那个只是我们未来侦查的问题。但是他只要取得，就是变成他有持有的，曾经持有过，那这样的话就是39条第一项就可以处理了。这样以上。你的意思说已经囊括在39条，可是如果你今天去扫荡创意私房的时候，的确你没有看到后边这个人动作，可是他事实上是其中的会员，那你似乎就没有办法是说，那如果说这样子加入的话，是不是就已经先用这一个来处理他的问题，而不是一定说他要持有这件事情？39条讲的事实上是无故持有啊，可是现在如果你只是查到他是这边的 member 会员，可是他进一步去证明说他持有啊，才能进一步的去针对他的犯罪事实去认定，不是吗？那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下哈，我们先分成两个层次来说明了。今天如果是因为他单纯他是会员，我们就设计刑法要处罚他，这个部分我们意见是比较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因为他有点类似所谓的预备犯，就好像说我今天想要杀一个人，我先去做了一个预备的计划，然后去买了刀，我们在刑法上这个叫做预备犯。那预备犯在我们整个现行的法制底下，它是属于重罪，像内乱、外患、杀人罪，我们才会有预备犯的处罚。那今天我只是单纯参与的这个会员，好，那这个会员呢，他的目的其实他就是想要看，想要持有这个东西，变成是持有的前阶段的行为。那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讲，就是说这可能一个横平的啦。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其实整个我们现在所有的网站啊，它可能有儿少的性剥削影像，但是它也有可能是成人的性影像，甚至就是盗版的 A 片，讲很直白就是盗版 A 片。那有的人他可以主张我就只看盗版 A 片，或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只去处罚他的会员，可能这个可能就有一点点横平行的问题。那其实然后在就这个委员所提的版本底下，因为他有并有事实足认支付对价取得，其实就可能就是我的解读问题啦，就是我的解读会觉得说有事实足认支付对价取得的话，其实就已经是持有了，对，所以它其实就是已经到39条第一项以上。好，我这边没有。好，那如果委员这边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就，这是44条，44条就按照卫福部的建议修正条文通过。那刚刚第41条之一呢，因为是原来没有的条文，所以是不予增订，对，是要不予增订。好，来，接下来第45条，45条建议维持原条文。好，各位有没有意见？
因为这一条也是针对这个要提高这个刑责，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在去年二月的时候有做了一些调整，而且它的一个横评，我们也是司法院法务部也可以表示意见。法务部也要表示意见吗？刚刚我们因为这是盘整过的刑度，我们就是整体依照那个刑法原来的比较基础来看，那像四十五条，它是儿少陪台、坐台、陪酒、陪侍的这个行为，那原来去年在盘整的时候，其实那个刑度也已经是有考量过的。那委员，我看委员的版本好像是就是要提高嘛，那因为我们是整体来看，那其他的条文因为已经是 OK 的，这个条文是不是也是跟其他条文相比较之下是比较也是原条文应该是就可以了，因为这不是我们去年没有考虑到的条文。那只是委员还有一个是要怎么依法勒令停业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属于行政法的部分，那是不是就请卫福部主管机关来说明那个勒令停业部分？我们当初修参照儿权法里头相关规定哈，是让他停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去做这个处理哈，就是让他去做一个改善，嘿，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现行有吗？对不对？好。好，那如果委员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我们是不是四十五条就维持现行条文？四十五条之二，四十五条之二，我们在先前委员会议的时候有讨论到这个所谓的公布姓名，因为在2014年在这个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大修的时候，有特别这个当时的尤美女委员特别有提到说，现在是一个人权国家，好，那如果要对特定的这个专业人员要去做公布姓名，回到儿权法，好，所以在儿权法里头97条有对这个特定的职业做一个公布姓名，其他部分因为已经有一些判决书在司法的这个系统里头都有公告，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予增订，建议不予增订。好，四十五条之二不予增订，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那我们就不予增订。你说判决书有公布，所以就不用。两个地方，一个如果是这个行为人，他的特定职业是跟儿少有关，好，例如说他可能是当老师，或者是当幼保的教保人员，我们会在儿权法里头去公布他的姓名，因为他会有跟孩子有接触。那此外的部分，这些都是所谓的刑法，然后他是犯就是他的这个什么判决主文、判决这些公文书会公告，会在司法院的这个网站或者是他的系统里头会去做公布，所以我们建议不做重复的这样的一个公布。因为他会接触到儿童，所以公布。所以酒驾的人会接触儿童，那个行为会对儿少的所谓的人身安全又危害，例如说性侵害、儿少虐待，还有儿少性剥，这些都在这个我们在保护儿少的这个安全上面，所谓的对他不当对待的样态上面是属于这个部分，而至于酒驾的部分就不在我们的规范范围里头。当然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有公布嘛，所以你现在你建议不用再公布，因为已经有原本的规范。对，在儿权法的，我们提的版本就是希望规范，是要公布。就两个，2014年以前这一类的案件都有公布姓名，在2014年修正的时候，在三读，在这个立法院就大院在三读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提案，就是建议为，就是基于
这个人权，所以这个 不再做姓名的一个公布，好，这第一个说明。那第二个说明就是，如果这个犯罪行为，这个行为人他的职业会有跟儿少这个的特定人员接触，就他会跟孩子的照顾或教育会有关，我们会在儿少福利法里头97条会有公布姓名。好，所以我们建议这边不重复。欸，抱歉，我想延伸一下这一题哈，就是说，因为我们虽然在现在是在儿权法里面有规定，但是它主要是规范在各县市政府嘛，对不对？没有权，是各县市政府自己公布还是？我们有一个 CRC 的一个网站，是在 CRC 网站里面可以找到这些人员的名字，是。但是他是因为从事跟儿童相关的行业啊，对啊，对啊，我要是全面的，啊，所以主席，我希望保留。好。第45条之二，那我们就先保留。来，我处理一下时间哈，我们2:50就是要结束。那如果处理不完，就再开一次协商会议哈。就是保留条文，如果没办法处理，来第51条。好，51条就回应这个先前委员一直提到的要身心治疗辅导教育的这个内容哦。那我们把它在第一项里头载明犯这个36条第三项之罪，好，经判决确定有罪确定，准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身心治疗辅导教育，以及这个加害人的这个社区的这个监控，包括要有所谓的登记报到查访这件事情，写在第51条的第一项。好，针对第51条，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来范委员。51条我的版本是觉得目前这个4小时以上50小时以下的辅导教育好像真的还蛮不够的，所以我的版本是第一个部分四改成八，8小时以上50小时以下。那另外呢，因为你后面罚款就他如果不来上，你就是一次罚新台币6000以上30000元以下。好，你虽然可以按次处罚，可他如果都不来呢，所以我的部分是加上处罚至其参加为止。好，那这个部分我想各界还是觉得目前这个4小时以上好像太少了，那是不是真的能够考虑增加？那我这个按次处罚到参加为止是不是可行？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谢谢。好，谢谢林委员。我的部分大概辅导教育没有什么特别意见，可是是不是可以加身心治疗？因为有时候不是只有辅导教育就会有效哈。还有再增列一项是说，前项辅导教育或身心治疗届满前还是要评估哈，因为过去在看像这种性的或毒品都是累犯率史上是比较高。那如果关于影片，它大概也有一个有没有上瘾头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效的话，应该经评估任有继续执行之必要的说，直辖县市主管机关得延长之，那辅导教育延长不得于20小时，那身心治疗不得于24小时，所以我希望说再加一个是如果无效的时候还可以再继续延长以上。好，那51条因为两委员都还有意见哈，来罗廷伟委员。好，我也是提高8小时到50小时以下，那新台币处30000到100000元以下，那支持辅导教育还要再加上心理治疗。但之前王正旭委员有跟我们稍微提到，如果这一类的人都要心理治疗的话，整个量能会造成崩坏，所以我是建议在心理治疗前应该要接受其评估，有必要者才接受心理治疗，无必要者或者是没救的人，我觉得也不能让我们的这个心理治疗的量能整个去崩毁在所有的加害者，那会造成真正需要的人会用不到，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说能够要增加评估后需心理治疗。好，那51条我们就先保留，好不好？来，接下来51条之二。51条这基本上就在51条里面的内容哈，那我们建议不予申定。好，那因为51条保留，这个就并到51条嘛，对不对？好，那就是51条之二不予申定。51条之三，
五十一条自身也是在五十一条的内容。好，那就不予增订。第四章之一，第四章之一，有民众党团提的这些内容哦，是参考这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对这个行为人要建立这个所谓的去氧核糖核酸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做法。那基本上这个两类的行为人基本上是不同，因为性侵害它的特殊性，第一个它再犯率高，第二个它有密室犯罪的这种效果，因此它要去比对它预防它再犯，或者是它要去确定它是不是就是该行为人，所以他要用这个去氧核糖核酸来建立他的有点像 DNA 这样的一个比对。然而而少性剥削这个防治条例所犯的这个行为人基本上跟性侵害是不同，所以我们建议这个第四章之一的所有的内容建议不予增订。好，那第四章之一不予增订，以下他的第五十二条之二也是吗？以下都是吗？对不对？是是，它都是配合它这一个的。是，好，所以是从五十二条之二、五十二条之三、五十二条之四、五十二条之五、五十二条之六、五十二条之六也是在这个加害人的登记报道，也就是五十一条的内容里头有涉及，所以我们建议并入五十一条去处理。好。好，那刚刚就是五十二条之二、之三、之四、之五都不予增订，五十二条之六并到五十一条，就是再来讨论处理。好，那第五十三条，五十三条配合三十九条的相似的一个调整，着做相似的一个增订。好，那这个应该也没有问题哈。好，那第五十五条。十五条就是施行日期，那因为涉及到这一次修正的第三条、第八条跟第八条之一，以及四十七条，它有涉及到这个所谓的行政处分，那因此我们希望这个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其他的至公布日施行。好，这个没有涉及到刚刚的保留条吗？有第三条。第三条是，那就先保留好了，没关系，我们下次再一并处理。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第二条保留，第三条保留，第三十八条保留，然后第四十五条之二保留，第五十一条保留，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协商处理。剩一分钟啊，还有哪一个？还有个什么？五十五条。有五十五条吗？对。哦，对，还有五十五条。还有五十五条保留，那下一次我们协商就处理这几个保留的条文。好，好，谢谢。时间到，时间到。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慢点，下次再给你。没事没事，走，吃饭。